我不怎么定义我自己。黎明迎来朝夕，初遇青涩的你，怀揣理想，追寻光的轨迹，追求完美的呈现，反复的练习，聚光灯下舞台的焦点是你，相伴的每秒都值得珍惜。你将玫瑰拾起，时光悄然埋下伏笔，转身那些成长的足迹，所有的坚持和努力都逐渐清晰。最初的梦想，年少的希冀，早已得到了时光的回忆。当前翻过季，未来皆可期，奔赴下一场花季。陌生的默契，深藏的爱意，如花也像亲人，也像严厉的老师。当盛夏来临，梦想随风起，新的篇章已开启。微风拂过窗棂，起笔勾勒四季，烟花绚丽绽放我觉得观众有时候粉，尤其是粉丝的期待值，其实跟你真正的一些表演出来的东西不一定是对等的。就是在他们眼里，你怎么样都很好，对，就是怎么样你都是最棒的。但其实你自己还是会对自己到底今天表现的好不好，你自己肯定心里有数。对，所以我觉得这个不能画对等。你如果跳我想我中间跳，那你就跳好。对，你也不可能光想吧，你光想也不可能从这儿站就让你去第一名，或者是站在前面，就要求自己要做得更好。新的目的地让时间寻觅，从寂寂无名到星光熠熠，当迷雾散尽，看繁华万里，是你创造的奇迹。